苹果有所卡贴机，在华强北究竟有多火爆？大家好，我是小磊，一名华强北专业代采背包客。发布一条重磅消息，用苹果有所卡贴机的老铁注意了，十一有所以上系列全部涨价了。因为有所机器可以全系列黑解变成无所，十二系列也可以完美使用5G。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先帮一位江苏的小姐姐挑选一台十一有所卡贴128G。每一次挑选机器，小磊都会经过严格筛选，挑选出机况最符合要求的机器。这次我们挑到这台手上电池效率93%，亮漆白色，十一有所118。这台档口已经黑漆好了，市场行情参考在3400左右，再花50就可以无损改成双卡。现在有所全系列机型都可以黑解无损，不需要配合卡贴使用。价格对比国行真是香喷喷啊，还要啥自行车啊？再顺便帮实体店打包几台苹果的七代有所32G，市场行情参考价700不到。4.7英寸的屏幕，手感也是非常棒的，当备用机的话也是非常合适。看好机器，我们准备拿回家进行深度检测，发货前给老铁黑解好。想要了解最新的有所黑解教程，记得关注哦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了。